以，赶快来欢迎我们连静文小姐带来这一首歌，叫做《笑笑快车》，笑笑看一下啊。笑笑看你笑笑看哦，笑笑欢迎姐啊！哎，一起欢迎连静文小姐，谢谢大家晚安，我是静文，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加这么盛大的婚礼，真的很开心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场面，所以今天真的很荣幸。大家好，晚安。台边看你是不是爱上你了？真的吗？哦，你应该贴在幼幼台哦，主持节目多好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哎，因为唱歌娃娃音呢。你是我最紧张的，我真正唔捌唱歌，哪有要听这多人。我跟你讲啊，闽南有一句话，轻易假醉听，对不对？用诚意喝水，我们都觉得是甜的，是不是？来，林建文姐姐唱歌好不好听呢？好听。有没有看到孩子都不懂事？哎，哎，那个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哈，连静文姐姐在那个《家和万事兴》里面演什么？哦，那个靠麦啊！哇，小朋友要认真念书嘞，啊，不要每天都守着电视机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要看看我的你猜你猜你猜猜。哎，这个说的。哦，还有那个 Power Sunday Power， 还有那个天才打不打？那天才打不打？那个要看一看。啊，不错，有没有？哎，要经常下来跟大家见面。好，下次来我高雄。
我比较少啦，因为平常时都在抖音啊。哦，抖音啊，怕你们那个八点档一演起来好可怕。对啊，现在已经200多集。200多集啊，多集。所以我们全年无休，几乎打刚刚没台，赚了很多。所以他的，哎，对啊，这个收入也丰富了，可以考虑住到我们高雄来。好好好，我觉得高雄真的很热情，真的。加点钱啊嘞，尤其是天气过后，哎，天气过后像米一样就不起来，是那六合夜市那个，对呀、啊，哦，不得了了，真是。